大家好，我是吴佳怡。乡村振兴，你我同行。贡嘎山下，大渡河畔，有很多平凡而伟大的女性，她们用辛勤劳作种出酸甜可口的石棉黄果干，通过诚信生产实现可持续增收，撑起了乡村振兴的半边天。请大家和我一起关注中国扶贫基金会善品公社项目，支持乡村产业发展，助力石棉县乡村全面振兴，参与消费助农，让耕者有尊严，食者得健康。